各位前輩，各位團友，你哋好。今日天氣晴朗，藍天白雲，而且冇風，咁好嘅環境條件，最適合就係做太極拳能量測試。我而家開拳，請各位留意下邊屋片白雲嘅變化。因為今天兩片白雲很細小，不用太多時間，而且提議各位拳友最初做試驗的時候呢，選用細小的白雲做測試，容易見效，而且最好就有兩三片白雲有得比較，知道自己能量的發揮情況。到掌握方法後才算比較大的白雲做測試。請各位看到最後並且訂閱留言廣傳，讓更多拳友參加討論。多謝。